每个人身体都非常重要，千万不要让有毒的物质在你的身边。例如擦指甲油的时候，指甲油就要使用无毒无害无动物测试 10 free 的 Niji Nails。 人要活得健康漂亮，可以从小处做起。 Niji Nails 颜色众多，带亮片没有带亮片的，亮面的雾面的，你想要有什么颜色就可以有什么颜色。 100% made in USA， 现在就去他们的官网 www.nijila.com 选购他们的商品，结账的时候输入折扣码 AINEWS10 就可以享受 10% off 的优惠。 Niji Nails 的指甲很安全，连小孩都可以使用哦。上个周末是母亲节，整个左派全部都疯了，或者被鬼附了。在纽约的天主教教会前面聚集了大量的杀婴儿的变态，不知道在气什么。因为 Roe v. Wade 被推翻之后，纽约还是纽约，还是会继续杀婴儿，还是会继续堕胎，他们的人生，他们的自主权不会有任何的改变，但是他们还是聚集在那个地方了，在天主教教会前面开始敬拜赞美。我们来看一下当下的画面。那很多人说这是两面的事情啊，这是可以讨论的议题啊，双方都觉得对方是邪恶的，要讨论才可以知道谁对谁错啊。如果说你没办法确定哪一方是邪恶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下一个影片，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老阿嬷吗？基本上呈现一个半裸的状态，然后把一堆婴儿的娃娃绑在一起，然后吊起来。我不知道他想证明什么啦，如果各位了解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区留言猜猜看。各位可以想一下，这边有两边的人，有两边的不同的政治立场，不同的信仰，哪一边才是坏人呢？在红色角落有一群男人站在教会前面祷告，说着听不懂的拉丁文 ，OK， speak English， OK， you're in America， 你是邪恶的。蓝色角落有一个女巫戴着普丁的面具，把一堆婴儿吊起来在地上打滚，然后说我正在杀婴儿，然后她的朋友在旁边敬拜唱说感谢神可以堕胎。所以到底谁是坏人？你现在可以想象，有人会说对，那个女的是对的，她是正义的，我支持她，我支持她在做的事情。会有人这样子回答吗？答案就是有，而且有很多。